林志颖一家三口现身上海虹桥机场，林志颖与妻子陈若仪手挽手走出机场，还推着小小只 Kimi 的手推车，在等电梯时被人认出，纷纷围观拍照。小小智安静地坐在婴儿车里，样子萌萌的，很是讨人喜欢。今年林志颖总算给太太陈若仪补了一个婚礼，这个婚礼也让外界见识到了林志颖的爱妻本色。超唯美浪漫的海滩婚礼使陈若仪顿时成为很多女粉丝的羡慕嫉妒对象。近期林志颖携 Kimi 在爸爸去哪儿再掀人气高潮，陈若仪也向外界表达感恩，谢谢你们支持我的小 Kimi。腾讯娱乐整理报道。